来呈现。而且很特别的是呢，我们今天这四位专业模特儿拿着各自代表四种茶款，也带来桃园好茶心礼盒的上市走秀。每位模特儿身上的我们的领巾的颜色特别加入四种茶款的代表色系。现在首先有请东方美人茶，掌声欢迎我们桃园有著名的音乐家邓雨贤老师、文学家钟兆正老师。所以这次我们师傅特别推出了新包装设计的桃茶文会，代表桃园茶叶悠久人文荟萃相互结合。这一款名为宁香的东方美人茶，毕竟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的茶芽白毫显著，别名叫做白毫乌龙茶。精制后的茶身白、青、红、黄、褐五色的香煎鲜艳如花朵。东方美人茶所中泡出的茶汤颜色比其他的乌龙茶汤更浓郁，银澈鲜丽的琥珀色好像东方蝴蝶美人的诱人美感。所以我们以白毫浮沉美人心为代表的诗词。接下来我们欢迎拉山乌龙茶。拉拉山乌龙茶的设计概念是以建窑茶盏加上白描文人画作为主题设计，所以桃园茶叶识别 DI 结合桃园市的市花，我们桃花花盏盏托白描文人画英文印章，完美呈现东方现代的设计美感。而这一款名为素芳的高山乌龙茶，意境是复兴区拉拉山群山围绕的茶区，海拔1200公尺，早晚温差大，有利茶树生长。种出的乌龙茶媲美山林溪鼻山茶，成为继水蜜桃之后原乡新产业的亮点。拉拉山茶区的茶叶没有泥土味，又有天然花香和果香，所以一尝高山乌龙茶的醇香，让你口齿间会留着萦绕的芳香，所以命为素芳。接下来是桃定红茶。桃定红茶在内装茶叶罐设计上，是以北宋宋徽宗《大观茶论》诗词中揭露的黑釉兔毫盏，也就是北宋建窑所烧制的茶碗，它的釉色深黑，更能映衬茶乳，又因为窑烧而形成好像兔毫般的茶芒云斑，所以茶碗是黑底设计，象征黑釉的质感。而这款名为英华的桃定红茶，意境是因为外观纤细匀称，色泽墨黑鲜润，茶汤红艳明亮，香气淡雅，滋味单纯浓郁，不需要添加糖。不管是冷饮、热饮、两相宜，可以说是红茶中的极品。在烹茶间细细品味，人生雅淡，让你放下烦忧，静静品茗，取您英华有精华的一盘。接下来上台的是卢峰包种茶。卢峰包种茶以文渊为名，它的意境是来自翰林院，在古时候代表着异能人士跟知识分子的机构，可以说是过去朝向仰台辞望的所在。卢峰包种茶在高山上耗时费心培制，可以说是顶级包种，这有点像是勤心苦读的书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就能带您来一尝顶级包种茶入喉那种单纯的独特风味，让您一喝就惊艳无比，难以忘怀。稍后在我们现场及在我们后方的客文馆的职工教室都有呈现，也邀您一起来品尝好茶。我们这一次
桃茶文会的茶馆，是以桃园市最优质的四种茶口味以雅致命名。茶师入内，我们设计在铁罐四面的角落，完美诠释严选桃园市在地生产的高品质的东方美人茶、桃硬红茶、高山乌龙茶顶级包种茶的尊荣跟珍贵，让您可以一次把四种好茶都带回家，可以说是送礼自用两相宜的最佳选择。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四种茶款的达人，茶叶达人一一上台。来，首先邀请东方美人茶达人，我们在地龙潭区的申张曾先生，掌声欢迎。刚刚市长也介绍了，我们申家茶厂呢，可以说是我们今年桃园市东方美人茶的大赢家。他们抱走了104年全国东方美人茶赛的4座头等奖，1座二等奖，太棒了！再次给东方美人茶掌声鼓励。接着我们邀请拉拉山乌龙茶达人，来自复兴区叶国崇理事长，也是我们复兴区农会的理事长。他拿的奖真的是超多的，拿下了104年拉拉山乌龙茶的4座头等奖，1座金牌奖，2座银牌奖，2座铜牌奖，所有的奖几乎可以说都被他给包办了。他有一点不好意思哦，他说：“阿伯宝盖哈，我再让一下哈，但是这个茶的顶级风味，这可能就不是让与不让的问题，而是大家喝出来的茶感、口感的感觉了。”我们也再次掌声给拉拉山乌龙茶达人叶国崇理事长。接着欢迎桃硬红茶达人，来自龟山区林宇阳跟令嗓。来，邀请令嗓请上台。我们令嗓他除了拿下99年全国红茶制茶的季军奖之外，他还拿下了103年全国亮点茶庄。我们掌声给林宇阳先生，掌声鼓励。谢谢，这把简单桃园之光啊，拿下全国亮点茶庄啊，这不容易。来，继续邀请卢峰包种茶达人，来自芦竹区陈正庆，欢迎来静嗓。来，静嗓是我们104年卢峰包种茶特等奖得主，他常常拿下包种茶啦、乌龙茶，他可以说是我们茶叶比赛的常胜军。这次分享的是卢峰包种茶，画得怎样哦？来，静北。一起放。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我们今年桃茶文会上市新礼盒的一个揭幕启动仪式。我们先请4位茶叶达人将您的茶款一一放置我们道具的新礼盒当中。首先有请申张曾达人将东方美人茶茶盒放入桃茶文会道具礼盒中。在礼盒当中，东方美人茶是重量有40克啊。接下来邀请的是乌龙茶达人，我们复兴区叶国崇理事长将拉拉山乌龙茶，我们茶盒放置桃茶文会新礼盒中。来，掌声。来，接着邀请林宇阳达人把桃硬红茶的茶盒放入道具盒中。好，接着我们邀请卢峰包种茶达人陈正庆达人把卢峰包种茶茶盒放入当中。好，这是我们的内装。那我们整款的礼盒的质感非常的好，我们就要邀请桃园市大家长郑文灿郑市长来为我们揭晓，有请市长请上台。请市长在听到我正式开麦的时候，当下我们的序幕是，然后台上的
各位我们就比赞。那待会我们会再邀请各位议员啊，长官贵宾上台哦。好，来了，我们从三开始倒数哦，三、二、一，104年度桃园茶叶礼盒桃茶文会正式开卖，掌声！请市长为我们揭幕。请各位与会的长官贵宾，我们谢局长、蒋局长、邱副市长，还有我们农会的理事长、总干事，各农会理事长、总干事，还有区长啊，邓区长、曾区长，还有黄富雄乡议员、苏翠玲议员、张孝良议员、副处秘书、徐玉树议员、副处秘书，来，请各位与会的长官贵宾，如果熟络介绍长官贵宾，一起上台啦！来，我们请各位长官贵宾，好，我们比赞。把这个我示范，把最后面这个桃茶文会拿到前面来，要不要？拿前面来，长官贵宾就拿着，这样会不会比较亮？拆下来的工作人员马上摘，把这个对这个盒子拿下来就可以了，是，这把割掉就可以了，不然大家都挡住，就拿到前面来，在市长跟理事长跟议员前方，是，这样的画面更亮，有的话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谢谢。来，再喊一次桃茶文会哦，大家两只手都比赞，有拿茶叶礼盒的不要两只手都伸出去了哦。来，桃茶文会赞，欢迎大家一起到桃园来喝好茶，送好茶给好朋友，同时跟着茶叶来一趟旅行，跟着好茶来旅行到大家的桃园来做客，也请大家告诉我大家。好，谢谢。哎，你们需要补充画面的。好，如果 OK 的话，我们就请工作人员引导长官贵宾到我们客服馆后方的职工教室来喝好茶。我们做桃园生产的能卖力美林桃园的好茶都在这里，同时媒体联访也在我们职工教室，因为有各种茶叶的陈列，画面更丰富。来，请工作人员引导。